自細腦痙攣，講說話唔清楚，佢諗咗個辦法，不如我畫畫同人哋溝通啊。佢嘅畫作大部分題材都係大自然，用色鮮豔，表達咗佢環球嘅生命力。佢可以做得到嘅健康嘅人，一定可以做得到。現時一般我哋見到嘅馬賽克壁畫咧，都係以西方風格為主嘅。但係喺中國人嘅地方，特別係香港，我好希望能夠有一幅中國畫風格嘅馬賽克壁畫。呢幅係由細小嘅玻璃磚砌成嘅壁畫，近睇咧每一粒都好靚，但係遠睇咧就會構成一幅完整嘅圖畫，就好似我哋每一個人喺社會上一樣。中環嘅人咧，大部分都喺室內工作嘅，所以我好希望咧，令到佢哋見到藍天白雲，感受到鳥語花香，珍惜香港美好嘅一面。